接下来也是一组合奏，是由林世杰、林满欣、张怡珍、庄宗礼、詹伯威带来的德弗扎克的钢琴五重奏，三更灯火五更鸡，这就是大二的生活写照。五个大二的男孩女孩，深夜守着纸笔，等待清晨，最重要的守着一个要一同站上舞台的约定。他们要用音乐舞出德弗扎克澎湃的民族情怀，奏出他们对音乐的热情。